哎，严哥，你要走啊？不打了。不打了。孙宁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回家。回家。啊。谢谢。相机没问题吧？嗯。那就好。他说你不希望我在你家，是真的吗？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没有。真的？嗯。哎，你以后少跟学校他们一块儿。嗯。也还想说谢谢。我不是专门帮你，我只是不喜欢那群小孩这样闹的。嗯。思宁，你就没有一次能完整的叫我名字？他的名字严行之，我能。不过你这么大的小孩直接叫我名字也不礼貌，跟着那群小孩叫哥哥吧。嗯，叫去试试。哥哥，回去吧，你明天要去上学了。嗯。这么好欺负。好了，森宁，你就坐到第四排宋思旁边的位置吧。哎，他是刚刚高中部的严行之带过来的吧？对呀、啊，听说是他妹妹。我听说是严行之的童养媳。啊，什么年代了？哎，同桌，你叫岑宁。好、嗯，大家把这个课本翻到第八页。是你呀、啊？我们来看一下我。秋天的怀念。昨天。作者呢是石铁生。现在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史铁生哈，史铁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、散文家。那这篇文章呢，是他在1981年写的，是对自己过世母亲的回忆。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最初发表在《南方报》。朋友。对。在史铁生24岁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双腿瘫痪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以后咱们俩统一战线，放学可以一起回家。工厂工作。嗯。后来呢，又因为病情加重，回家疗养。你要跟严行之一起走。火虎绚丽多彩的青春年华呀，遭遇到生命的不幸。我看刚才也是严行之送你来的。哎，你们俩真是暴怒那种关系。没有。肝病非常严重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学校有好多女生都喜欢他呢，可要小心点。他却把这件事情牢牢的瞒住了。半个小时，哎呀，热死我了！新的穿，帮哥把衣服脱了。去你的！穿好，这还有小姑娘呢，脱什么脱？谁啊？嘿，岑宁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介意我脱衣服吗？要脸你！什么事儿？毛巾，擦汗。谢谢。还有这个。我靠，什么东西啊，新型的情书。你这东西给我的。这就送情书呢？严行之，你小子突突小学生，是初中生不是小学生。好好好。初中生。子宁，你还小，估计很多事情你也不懂，这些东西你收回去。你不想要？不要。那这些不，你要不要？这么多。我们班上的，还有隔壁班学姐的也有。都挣了。全部吗？全部。啊，好。这就走啊？哎，我说，
这姑娘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还帮着情敌给未婚夫送情书，这太逗了吧！没完了！哎呦我操！陈宁呢？还没出来。宁宁还在教室，说有事儿让我们先走。还在教室？老高，你先把车开回去吧，晚上我自己回。不就58分吗？我都看到了，一次考试而已，不用那么丧吧？太难了。你平时听不懂怎么不问我啊？我教你啊。教我？对啊，同桌又不是摆设用的，不会就问，你怕什么？真的吗？这有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这个人很奇怪。宋慈，谢谢。小诗，我给你讲一下今天试卷的错题。好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好像挺简单的。是挺简单的啊，就是你一时没转过来。其实你挺聪明的，真的。陈宁，今天老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我已经跟高叔叔说，今天不用接我，我自己走。哈，那他没告诉我。你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家了。我还没……他的试卷还没讲完呢。那个，你是他哥哥？回家讲吧。啊？爷爷要是知道我让你一个人回家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不会的，回家问我。不是早跟你说了吗？嗯。快点啊，再不回去天要黑了。啊啊！哎，你哥哥这么凶呢？磨蹭什么呢？那岑宁，我先回家了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走吧。走路不看。是你突然停下。哼，怪我了。没。曾宁，你这个年纪还是学习最重要，你知道吧？其他心思不要有，跟不太熟的男生别走太近。我不是想管着你，只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不好跟爷爷和你妈交代，明白没？又怎么了？书包。哎，松开，我背。哥哥，进来吧。枪械，你为什么看这个书？喜欢，坐下。那你以后是不是和爷爷一样？一样。也不一样。那挺好。挺好吗？那你想过你以后要干嘛吗？我想当很优秀的摄影师。摄影师？记录最美好、最澎湃、最精心的画面。我想当时间的记录者。我是不是说多了？没有。其实我瞎说的，你别跟我妈妈说，她不喜欢我爸爸那样的。曾宁，自己想做什么就自己去争取，不要被别人左右。
真的喜欢就要为此付出努力，如果只是嘴上说说，那可真叫梦想，懂吗？嗯。你倒有问题啊，在你那个梦想开始之前啊，这最基础的东西先解决了。嗯，这个。这道题是这样，看，虚括号得到5x 减20减10。我觉得孟佩烟肯定喜欢言行之。等于 20x 减60。嗯，然后一项。倩倩给宋慈表白了。合并同一项，小子有什么好喜欢的？得到负十五 x 等于负三十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这两边啊，同时除以负十五。喜欢。然后得出 x 等于二。就是这样的吧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曾宁啊，帮妈妈把这个洗了。好。你弄完就去客厅待着吧，准备吃年夜饭了。今天南如也在，记得叫哥哥，知道吗？嗯。他也是严爷爷的孙子吗？邢芝的妈妈徐阿姨其实是后妈，南如是邢芝同一母的弟弟，他跟着妈妈姓，可别叫错了。嗯，好。别打了，行，这快放手。大过年的你们干什么？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行之，怎么回事？没什么理由，看不惯。你这什么话？他是你弟弟，下手没轻没重。难如你说什么事？没什么事，他也说了，互相看不惯而已。你们俩这臭小子，这年夜饭还吃不吃了？不吃了。反了，真是反了。哥哥，哥哥。人呢？你在阳台待着，不冷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你送吃的。不饿，拿走吧。那你受伤了，你受伤了，别抽了。什么东西？疼吗？鸡蛋消肿的，很疼。那我轻一点。进去吧，外面冷。嗯。这个，陈阿姨让我端给你吃的。谢谢。那你快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。啊？这段时间忙忘了，还没问你期末考得怎么样。我考了班级第19。进步很大，看来你真的很努力。我会更好的。加油。嗯，我走了。去吧。嗯，怎么了？新年快乐！我真的走了。曾宁。嗯。新年快乐。
见你身影，你对着我叮咛，要注意自己的心情。雨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拿着伞靠近，为我遮遮风挡着雨。一点点想哭泣，一点点想着你，你的爱很珍惜，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。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，你就像海中的波浪，对着我成长。我明白你其实没有办法不被感动吗？我不说话，我不说。